我在下将军营里听到一个消息，说咱们汉军要拥立一位天子。他们急着立天子，只不过想有个名号来对抗这莽贼。那我们就顺水推舟，坐享其成了。我想，他们也不会甘心于俯首称臣，听从你的号令。我等决定推举刘玄、刘圣公为天子。刘玄，谁要是反对，就是与汉军为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古装历史巨献《秀丽江山长歌行》在中视。